二十世纪的上半叶以两场世纪大战展开了二十世纪，然后在二十世纪末的时候，这些战争的声音慢慢慢慢的落幕。二十一世纪开始，我们一刚开始又是一个好战的一个上半叶的世纪，人类逐渐又忘记了在一百年前的教训，而我们酷爱战争的结果，最后包括俄罗斯跟乌克兰的这场战争，包括苏丹的战乱，包括我们前一阵子2012年开始所讨论的阿拉伯之春，事实上是阿拉伯的一个整体动乱，全球流离失所，相关的难民人数已经创下了历史记录，是1亿1000万人。